对，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说，就是我曾经跟张本地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。对，确实我是赢了他，他越优秀，越有很多人来问我。其实我很想撕掉这个标签，我想自己拿到冠军，我也可以拿到冠军。是13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一行，一开始上去就是打第一场比赛，好像有一种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感觉。就我上去我就拼，就是没有紧张那种感觉，就是兴奋。快点，孟博，站住！快，快点，孟博！一天就是3点一线的生活，训练、吃饭、睡觉。左右压。其实这已经不是每一天，这已经是我整个青春所有的时间全都在训练上。它已经融入我身体的一部分了，就是不可割舍的一部分。我是2019年5月份来到毕节体校的，从进入体校到现在已经有533天了，一直把它记下来，我觉得它很有意义。一群人一起训练，虽然很苦，但是乐在其中。在来体校之前，我和张昌静已经是同学，我和他从初一开始到现在已经认识3年了。我们两个的身高差不多，所以也经常一起对打，在台上是对手，台下也是很好的朋友。我感觉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的训练进度也不会这样好。 Presenting China Meng。哇！我现在正处于一个上升期，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了有16、17场，最知名的可能也就是万公竞赛这两场比赛，因为两场比赛都是以 KO 结束的。在这之前有1年没有打比赛了。Ladies, center. 突然间来一场比赛，就觉得很珍惜这场比赛。Let's go. Both well equipped.一开始的时候就互相试探，后来就找到机会，然后上去一个后手，86秒钟就 KO 了，就结束了。这是我拿了第2场万冠军赛的胜利了，心里的信心就提升了一大截，离冠军就近了一步。2020年8月份，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了贵州省青少年锦标赛，那是我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比赛。来，准备 box。 第一次上台打比赛，心里比较紧张。自动进攻，不要等。对，怕自己没有打出最真实的打法，怕遇到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也很怕家里人和教练们对我失望。后来那场比赛得了第2名亚军。在比赛过后，我也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些不足。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贵州省运动会的冠军。作为一个运动员非常非常辛苦，每天训练，每天要保持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时间就像一个网子一样，你把它撒到哪儿，它哪儿就会有收获。比较困难的地方应该是在力量这方面，刚来的时候卧推只能推空杆，现在虽然有点提升了，能推一边10公斤，但是教练给我定的目标是12.5。来，准备正和重心起啊，对，坚持住啊，再来两个，顶住。很好，很好，好的，不错，棒的。打万公竞赛第一场比赛之前，2019年3月份的时候，受2次伤嘛，一次是骨折，一次是韧带撕裂。
当时心态都崩了那种感觉，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然后就黑着灯，然后不吃不喝，然后就在那想，就看着天花板就想，为什么上天是好像不公平那种感觉，就要不然就直接退了去做别的吧。我朋友啊，然后我父母啊，我姐呀、啊，都会安慰我回啥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其实自己心态崩的时候，只有自己能安慰自己。慢慢自己就说服自己，我还年轻，也输得起。每一个运动员，我真的不信他从来没有后悔过，肯定是有后悔，就是在累的时候、受伤的时候。但是这段期间一过的话，觉得当时那种想法，哎呀，赶紧抛到脑后吧。最需要突破的肯定也就是我自己吧，自己突破了，我觉得没有不可突破的人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万冠军赛金腰带，原子量级金腰带，正式金腰带。他肯定会有一个蛰伏期，有一个低谷，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做这干嘛，每天受伤，然后每天那么辛苦。我觉得不用去理会，我觉得就用结果去碾压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初三了，我自己心里也是特别想走拳击这一条路的，毕竟在山里面读书，经常做一些农活，然后体力力量这些应该都比寻常人要高一点。贵州也出了很多的拳击运动员，比如常勇、刘涛、刘渊，还有周世明。我比较崇拜的是常勇，也想成为他这样的，让别人也崇拜自己。我家里一共有四个小孩，我是最大的，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弟弟妹妹还这么小，我就自己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没有尽到一个姐姐该照顾他们的责任，觉得自己心里挺难受的。啊，啊，兄弟，你在忙吗？还行。我们家有四个女孩，我有三个姐姐，然后我是我们家老四。反正他们就挺宠我嘛。我妈最近头还疼吗？嗯，好多了，这段时间好多了，好，不疼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别分心对家的事儿，你就是专心致志的把你自己的事儿整好，必须得拿出个事儿来，是吧？哎，那你放心吧，没事。想做这个事儿的，就得做好，对吧？那对呗，这么多年了，坚持，好好坚持，加油呗。把前程搞好了，弟弟妹妹在后面也会更加努力奔赴自己的目标。我也很期待有一天我能带着我的爷爷奶奶能够来到现场看我打比赛，看我夺冠的样子。
我们打比赛就是经常会遇到这种鼻青脸肿这种状况，不知道别人怎么去看这些东西。我觉得这都是我的印记，我是英雄嘛，觉得骄傲，不会感到丢人呀，哎呀又不好意思呀啥的。其实都21世纪了，也没有必要规定男的才能练这个东西，女的也可以呀。竞技体育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，我就想要当塔尖上的人。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最低谷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所以接下来走的每一段路都不算困难。我才刚刚起步，但我知道我会坚持走下去。我觉得现在女性也要有自己的力量，去展现我们女性的这种力量。你不能说我就应该怎么样，不能被定义。